每个人都可以投一股去投亚视，每人一股投亚视。亚洲亚洲卖剧卖地卖埋李居明出嚟啊！旗都烂埋，咁你话亚视点做啫？我即刻话唔该你，即刻整翻支旗，一阵间唔该你升升旗。如果你整咗啲旗，佢话冇钱，我话咗啲旗几多钱我俾啦。哎呀！喺马年最尾一日，终于筹到旗啦啦啦！家宝话资金主要嚟自以1000万向铺王邓成波卖出喺荃湾嘅农地，同亚视子公司向萧定一出售29套由佢爸爸萧逸源参与同创作嘅电视剧《永久版权》。萧公子话交易价800万，学到嘅呢笔水够俾之前拖欠通讯局嘅牌照费第一期同员工啲粮啦。寻日用现金支票出粮，仲加埋 shuttle bus 接员工出市区入票。哦，好贴心嘅，原本员工们都打定输数噶啦，知道有现金票出都打个大突啦。虽然有钱过年，不过担心会再被拖粮，都谂住新年后另谋高就噶啦。最贴心嘅都唔系呢样嘢。呢间系咪财务公司噶？而系亚视嘅福利委员会揾咗财务公司免息借钱俾有需要嘅员工过年关啊。会借啦，梗系。真系要借猪龙恩啊！虽然亚视暂时搞掂欠薪同排费问题，但可唔可以准时向员工出今个月粮同下个月18号到期嘅第二期排费呢？家宝就冇回应啦，即系话亚视仍然同新买家倾紧，卖本嘅事由股东处理，话管理层会尽力处理。